分母小小一只，倒是好斗啊，勇气可嘉。不过这招数毫无章法。他能靠自己琢磨成这样，已经很不错了。真是头一遭啊，第一次啊。回头给他挑一把身手的短剑，他现在适合练劈刺，招法肯定是来不及了。你倒是什么都想让他学。他想安身立命，我不过是试水推舟。这世上很多人身陷泥沼，却一点都不想动。他是个想自救的人，所以我就帮他一把。小心！